Hello， 各位，我在之前的 Nico 转蛋里面我就讲过了，我今天要找另外一个打手来帮忙我做悠悠白书的十连载，就是这根小兔崽子。Hello， 你已经抽，我说你已经抽满了吗？我抽一 套了，然后又再多了几只这样。又再多了几只，你说再多叠几只吗？那藏马有没有两只？没有了，怎样啊？奇怪耶，奇怪。硬是要讲藏马，然后他说他居然带了这只小红龙来，说要来帮我加持。小龙加持。没错，小龙加持啊！我先跟你讲啊，其实悠悠白书你一定很熟了啦。我只告诉你我最想要的，我不论能力值的、嗯，我这个人不是看能力想要角色，看颜值的吗？对，看喜不喜欢颜值。对，那我最想要的呢，就是飞影了，没有其二了。那就是飞影了，就抽了。对，就有，我跟你讲，有飞影的话哦，十抽就结束了，就算了，不管他了。啊、我宝珠留着嘛，之后还有太空战士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没飞影，然后抽完之后呢？也许我会拿一些魔法小卡哦，宝珠多一点点之力，反正你昨天都有宝珠之力了嘛，对不对？人家说以前玩天堂在抽武器的时候，抽武器的时候要先放助身或干嘛、那我这边呢，我先把这个点开，先今天这样子蹭两下，有没有？就是他了，有没有？先蹭两下。阿公帮你加持。好，可以。有加了。好，可以，来，请这边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我要用我实况的时候的抽法。我跟你讲哦，一神这一大会来看我转蛋的哦。我好怕。他们上次有偷偷留言哦。你这样讲，我压力好大哦。可以啦。你要来抽一卡吗？你要来看吗？等一下，我有看哦。好，来哦，你我跟你说，你我都用中指抽。好啦，你至少不是像之前看过有用舌头抽的啦，好不好？你用中指抽行。我的中指很厉害啊，我没有骗你啦。好，来。那你帮我拿着小红龙，让他在旁边加持。好，来。我跟你说，我抽蛋的时候有个特殊的仪式。什么意思？我会喊一个特殊的咒语。你要在这边喊吗？对。你知道我们现在人在台北车站捷运站，我们还没出站，台北站里面，你确定吗？对。如果抽到飞你就死定了。请客。你要怎样抽什么？你要抽什么？如果抽到飞，抽到飞，我请你喝星巴克。哎呀，好抽了。等一下，你不是有咒语吗？对啊。来，要射的时候就要喊。哦，好。所以先按下去。等一下，我很担心这个，我需不需要打马赛克啊？用力啦。真的吗？抽蛋的时候要这样 ，strike， 射输了，弟弟。好了，看了。中指之力，但黑仔熊需要招。第一个。啊，抽号啊，没有，幻海跟双月还没抽啦。对。幻海跟双月还没来啦。吓我一跳，好，五星，五星不能停，给个五星。双月啊，来喘喘气的。五星哎。是五星啊，我看得出来是五星啊。这个呀，那个哎，木暴爵。好啦，我上次抽到哪一只，你也说可以打什么暴爵，我好像都抽到角色啦。干！不！来，看见了，这个就飞影了啊，没关系啦，他也该出来，他也该出来晃一晃了，对，他也该出来晃一晃了。给个飞影吧，中指之力。飞影，不要坑哦，不要坑。等一下。哎，伤员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，什么？我是伤员。好多三元啊！不是三元，是上元。三元不是他了，完了！我先看一下这只，理解一下。很强哎！真的吗？打木暴爵还不错。先打个星，这只要进。我先问你，这只进还是？哎，它有神话吗？它有进化跟神话，我看一下哦。哎，它进还是神？看一下它进化跟那个，进化也可以打，神话也可以打。哦，就是可进可神，对，两个都可以。那通常我喜欢神话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这个架脚架的话要经过申请哦。哦，对。剩下来换那口来抽，我帮你抽了两只藏马。是你抽的，那你可以帮我抽吗？现在吗？我没宝珠了啦，开玩笑的。我还以为你要再刻嘞，来喽。没有，我喜欢回到这个画面。帮你拿手机。好。我在，那我罗密欧要神话来进化。顺便问一下，帮你看。好啊。来，你要抽这只是不是？对，你也要先来折一下嘛，这样。没有啊，小红龙之力，小红龙之力。小红龙之力哦。我跟他不熟啊，还是再来一个那个。你要干嘛？大鸡鸡之力吗？可以啊。你看他每次都会，这个人他每次上来台北都会带一堆娃娃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啊？这样好累哦。没有，这是加持。你今天加持打100趴两次就够了。来喽。要先放回去。好怕哦。
放不回去，放不回去。来 shuttle， 所以这样子，如果我又抽到藏马的话，这意思是藏马是不是要跟着我？不是啊，但我要飞影啊！那你选择的主人，我要飞影啊！没有，我这是藏马命，没办法。四五，有了，这次一定是兔子，挺可爱的。这次我还没抽到过。七八九八。鸡鸡之力，鸡鸡之力，可恶！等一下，我用我单抽，插七颗单抽，这样可以单抽几次？单抽，不要了。单抽几率会比较低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也没有比较，也没有比较高吗？好像也没有比较高。那我们插七颗，现在现场打八，没有，我们单抽八次。你认真，这样很刺激耶！哦，对啊，每一抽都很刺激。对啊，他出来赢蛋的时候会哭哎。不要啦，你就直接抽十连抽干嘛嘞？不行，十连抽那个很快呢，看完那个心脏停得很快。你自己还没有抽啊？怕咻，来，换你拿的。你抽就抽到，为什么今天要叫我抽？你大家都知道西游女王叫我抽。来，单抽。没有，不是要买，买个三十颗应该还好啦。来咯，我觉得单抽就会出飞影。单抽，也有人单抽就直接抽到了。对啊。色。来咯。你看金色的蛋基本上就稳了八成。哦，有开。对，稳了八成。我是说伤员很稳啦，对。伤员。对，伤员很稳啦。我这样下去，伤员快满运啦。不要闹啊！快满运没有用啊。来喽，再来两颗，我总共有八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机会。来喽！啊，对，你看好稳，三元真的好稳，可以。原来真的不好抽哎，不好抽。你知道他之前一直跟我讲说，真的吗？藏马有很难抽吗？再来，三颗。来，感受到了。三元之力啊，不是，那不要三元。这个也超强了。不要啊！不错啊，都抽到强，你都抽，大抽五星哎，阿萨希尔哎，你是跟我说都五星很强，但是我要飞影啊，这些是平常就抽得到的吧？对，不会啊，就是那种你知道有些就是早晚会入手，期间限定，对，再来一个，所以这抽感觉就来了，有了啦，抽了就要杀了，这个就对了啦，这个应该有感了，有了，来了，感觉来了，大抽，感觉是哦，对，好嘛。伤员累了，一直出场吧。伤员很累，一直出场。看，剩下四颗哦，好怕哦。不怕。Go！鸡之力。剩下。你平常在自己开直播抽短蛋有这么嗨吗？有啊。你还是更嗨。哎呀，就是你。完了。你要不要学我喊一个 Strike 射输了 BB？什么射输了 BB？ 输了 BB， 什么鬼东西？再说一次。输了 BB。输了 BB。那个是人中四号里面的梗。哦，好 ，Slider， 你是输了 BB 吗？对啊。输了 BB。好，这次有了，我这么羞耻的咒语在捷运站都喊出来了，这样子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剩下两颗，来，那个小兔崽子远道而来啊，从台中来。他搞不好要喊咒语了。对，我要喊咒语了。来喽！来。都要用中指，没错。不过中指还蛮有用的啊。中指真的很好用啊，没有骗你。哦，好。单冲。好。来，射中了，秘密。射。结果等一下一出来是银色的蛋。啊，还有一颗，来，还有一颗不用了，没有，交给你，一样交给你，真的，交给你，最后一颗，这是阿嬷，不是，交给你，还是我，真的，还是你啊，还是你啊，你确定？你是今天转蛋怎么办？阿嬷就算了，阿嬷就，你还有抽到五星，我刚刚抽一颗五星都没有，就算了啦，真的吗？那我要用中指喽，真的，你们先测一下风向。喊一下，然后对，测个风向啊，算了，来。最后一次这个没问题，很稳，好，应该很稳，加油，很稳，不要有压力，来，射输了 BB， 真的是看几次笑几次，
五星。哇！召唤你。对。你说活动到什么时候？活动到4月6号。6号。大概末约还有10天、11天左右。加油！这期间我一天存5颗。你也要每天有那么多人跟我刷巨棒啊！面连。每天刷巨棒啊，刷面连、啊。你说刷巨棒会有宝珠？对啊。我要开始跟群组里面交朋友，是不是快点跟大家交朋友，一起玩弹珠。好了，各位，虽然很遗憾，我们没有号召网友来帮大家来帮黑熊刷宝珠、刷宝珠。你们知道，一开场所有的伤员都来我家了，好不好？幻海也路过我家门口了，意思是剩下那3个可能现在就在你家门口了，要抽就趁现在，好不好？那感谢兔崽子特别跑来跟我抽转蛋，还要感谢 Nico， 虽然你抽了2只战马，好难受，好难受，好想杀回啊！对对对，那我们下一只怪物弹珠，不论是转蛋还是攻略再见，好不好？打牌喽，拜拜。拜拜。